進行中的我們預製的組件屋，其實我們的結構已經得到屋宇署的審批，我們消防的要求也得到消防署的批准，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只是地都有了，現在只是我們有錢，我們大概就會九月就開始動工，那個設計都是一些專業的顧問是免費提供，建造的營辦商也都同意提供一些免費的一些專業的支援服務，項目的管理工作。那你看到整個社會呢是由一個相對是對立的撕裂的，我們慢慢呢其實呢是透過這個計劃呢也都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崗位是結合在一起，那我們感到呢是非常之是鼓舞。房屋的供應公屋的建設其實真的需要時間，但是既然承諾了要是為社會做事，我們的團隊都用了很多心機，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說我們希望用時間去換空間，我們在這個等待的時刻怎樣去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改善或者舒緩他們的住屋的情況，為我們年輕的一代呢打了一個較為適切的一個住房，是未補價的居屋 是出租，其實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其實我們房委會甚或是一個政府部門，可能大家有留意到也都沒有留意到，我們在白田村重建計劃裏面我們發現呢有個別的公屋單位其實它都有個空窗期大概兩三年的，我都願意呢是花錢去翻新，用一個短期租約的方式呢是將這些公屋單位呢繼續是讓一些過渡性的家庭去住，然之後呢就其後再安置，我們是用多了大概100万是為這84個的公屋單位進行改裝，但是我們都願意，我的同事都很認真去做。